接下来要跟 Angie 在接下来做极限挑战的是哪一位创作者呢？请出场。我也觉得蛮刺激。三个都是完全意料之外的名单，就是没有想过他们会出现在这个阵容里面。那时候有听到她是杨帆大哥的女儿，然后说哦，是那个的那一位吗？然后他们说对，说哦，真的好像很酷。有新朋友加入，然后我们的重点会是希望大家透过刚刚的交流，然后感受到自己哎 ，maybe 有想一起合作的创作人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写顺序喽。好 ，OK。油箱是最后，我们关掉。那我真的是觉得油箱上好，油箱最好。如果你是很有想法的人的话，我觉得油箱是一个很好搭配的。可能因为我第一天认识他，我会觉得他比较冷淡。对哦，可是我每个人要快速熟悉的话，哲言可以。快哲言，可是快速他就是也还好哎。可是我们相处下来，他至少不会尴尬的。对，不会尴尬的。那哲言就是要也忍受他的干话跟屁话比较多。哲言就很幼稚，我把他放第三。All right。我要先请女生帐篷里所有的女生出来。接下来要跟 Angie 在接下来做极限挑战的是哪一位创作者呢？请出场。我也觉得蛮刺激。请坐在 Angie 旁边。OK 真假？你们有期待 ？OK， 接下来要跟这个朵莉一起经历极限创作的男生是，请出场。谁啦？你感觉蛮开心的哦，笑开了哦，对，你们都拆掉了。朵莉，她是你的 number one 吗？第二个，也是第二个。你的 number one 是谁？嘉宾。哦，核心人。那你听到朵莉这次把你排在第三名，你自己心里的感受怎么样？他把我排在第三哦，他把我排在第三。我没有想过他会把我排到第三。你也难懂。